鱼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般的人不会看上我的不一般的廖俊涛，来鱼刺遇见大明星，拯救你的好奇心。系列的所有巡演中，对哪些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每一场我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因为现场的歌迷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还有就是大家跟我互动的环节印象也蛮深刻的，就是大家唱歌的水平太参差不齐了。有一场我唱很多是要唱的时候，我靠近一点那个啊哈，他们就跟着我叫，吓我一跳，真的人快给我吓死了。靠近一点啊哈。不是，每张脸庞都令我感动。哎呀，妈妈呢？《石缝里的情书》，你当时也说用了7年才完成，那为什么是用这么长时间？是觉得当时写的东西还不够成熟，不够满意，然后7年的时间确实会沉淀更多，总结的更多，然后才让这个作品完整的嘛。当我觉得一个作品完整的时候，才会把它发出来。可能感情的理解吧，还有就是对情感的期待和憧憬。就是7年之前你对这个感情的理解和憧憬的时候，然后到现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7年以前我可能还是个小男孩，现在我是个老油条。爱的真油油。其实老油条现在的感情观是什么？随遇而安。我真做作。其实一直都做作吧，我只会心疼 KK。 这一次的专辑中你自己比较喜欢哪首歌？石缝里的情书、鱼儿像我一样、节日快乐，还有我们的告别行动。差不多了吧，应该。最喜欢的鱼儿。为什么？你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你一定把他劝得出来，你喜欢他具体的点是什么。你可以就把它归根结底为一种想念吧。就是你想听到一个想念的声音，但是却听不到那个具体的人他在说想你。就比如说我最后一段的尾奏的时候，我找了几个朋友去让他们帮忙找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去录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录在后面，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听最后那段出现了好多的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但是没有我的声音，也没有你的声音。有一些词是写给他的，就比如说第一个你永远是顽强叛逆的少年，这些就是关于少年的描绘，有一部分是写的居民，有一部分写的是5岁的兄弟们，也部分是写给自己的。还有一部分是写给那些曾经再见过后就没有怎么联系过的朋友们。触景生情吧，因为当时是快到名次的总决赛了嘛。总决赛的时候，因为总决赛必然伴随着一个新的开始，也代表着一个大家的一个分离，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感触。我觉得自己的核心定位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还是一个创作歌手吧。别的定位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晰。我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而是通过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的平时听的歌或者一些那段时间的审美，决定了这张专辑的一个大概调性而已。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在计划之内的东西。更不计较了吧，不计较一首歌的传播度到底有多大。以前就是一开始发歌的时候特别在乎这首歌的传播度，一定要感觉要很大呀，感觉我发歌了呀，要感觉要所有人都知道啊。现在其实觉得也就还行，只要那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我如果它真的是个好作品的话，它迟早有一天会发酵的。我是你的森林、月球、湖泊、冰川、沙漠、沼泽。我是你探索过的海水，浓深浅的眼泪。你怎样形容我？
我抱着你痛哭撕咬燃烧，嫉妒叛逆祷告，只怕今晚扼杀同类，享受被审判前与你相拥的纯粹。可后来我们各自奔波，重新收获，你也很爱他，我像没出现过的人被忘了，都说我过得很好，也已经爱上某个他，你送我的卡片，我都还留着。之前参加过你的一巡上海站，然后三巡的话来北京支持你喽。然后风生水起，铁头娃和廖俊涛永远在一起。嗯，廖俊涛加油！然后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八哥胜利。你要相信，世界会像我们一样，这么爱你。很开心能来到你的三巡演唱会。其实一巡和二巡我都在北京参加了，然后希望你未来风生水起，会一直支持你，加油。囚禁彼此到老。